哇！什么反应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好味小姐，你是谁？黄雷梦。哟，嘿嘿，就是啊，我们前几天买了一个东西，想要给猫玩，结果猫咪们都瑟瑟发抖，所以想了一想，觉得不要浪费，给雷梦玩好了。哒，就是这个，我买了一大堆可爱的小球球，打造球池。快笑！那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球球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是球球？球球，哎。啊、为什么要抱抱？哇哇哇！哇！这是球球。他明显的从兴奋变得有一点慌张，现在有点太多了，笑得有点尴尬，笑得有点尴尬。哇哇！哇！什么反应啊？爸爸坐下了，默默坐坐。坐。不敢。哦。丢。我爸爸，爸爸明显太急，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？爸爸嘞？爸爸？爸爸嘞？啊！啊！杀猪！哈哈哈！哎，糖糖。梦梦，爸爸嘞？爸爸？爸爸嘞？爸爸不见了。爸爸，爸爸去哪？爸爸去哪？他可以拜拜啊！太完美了吧，这个太完美了。萌萌说嗨，嗨，萌萌看妈咪，妈咪，妈妈嘞，妈妈，妈妈在这里。起不来，起不来了，起不来了，可以啊，你起来。太完美了吧？再见。不见了，宝莲梦嘞！哎，笑！笑，好。你这只是更方便他往外丢而已。哦哦哦，他移动了，他移动了。球。哎。你用球太慌了。我很难瞄准。你用球，好白痴哦。我家梦梦捡到棒棒棒了，要去打！你别打那些球啊！我一眼看不懂他在玩什么样子。球，外面的球，球，还有球，还有球，球！你在那边偷偷利用他，在那边收玩具。爸爸，哎。哦，好棒！你要收啊？你想睡觉？那他现在有一点飘了，我觉得他想睡觉。很好，很累，这样应该很好睡吧？睡觉。拜拜，跟爸比拜拜，我去睡觉了，好不好？睡觉，好，睡觉，好，来，大家拜拜，睡觉，好，睡觉。